题，佑浩，快帮小明找出分手的原因吧。啊，分手的原因就是题太难啊。小明和女友最近在闹分手，女友狠心的只留下了一张纸条作为解释。你能帮小明找出分手的原因吗？挑战答对了已经。啊？我去，不用了，我已经答出来了。什么话？我在专心的念题。他真的答不对，真的要多丢脸活丢脸。看好了 ，UGLY ugly 丑，所以分手。拉倒吧。答对了吗？那我也能弄出来 ，GAY， 懂吗？这难道不是分手的原因吗？不是，大大，我们是要有规律的。他就是把它拼成一句话，我要某种 because you heart me 什么什么啪啦啪啦的，我觉得是拼音，我觉得是拼音，是给谁的？给我的，给我，所以应该是拼音吧。完蛋了，我拼音也不行，那个英文也不行。我觉得不会是拼音，因为你和冯导都不太熟拼音，但你们会比较英语。分手是什么 ？Break up。我去，这什么题呀？什么玩意儿？哎呀，我觉得大家应该先把自己能看到的词语全部拼出来，然后你这玩的是那种心理测试，不是那么简单吧？不，我觉得不能跳格这样去圈呢，不然的话啊，不能跳。我个人觉得了，我们写个分手在上头，你看能花几个字儿？是什么吗？佑浩，分手就分手吧，为什么要搞这么复杂呢？小明啊，就是刚走完数字迷宫就分手，确实人生也是蛮坎坷的啊，一个很惨的小明。唉，那如果小明根本就不喜欢他的女朋友，看都不会看，太复杂了，神经病，浪费那么多。对呀、啊，分手的原因就是这女的有病。对呀、啊，管你写什么。分手的原因就是这女的事儿太多了。这题目肯定是一女的出的。不，等等，就这一堆字儿，它代表了一个原因。ALU，ALU， 我刚刚看见了，全是原因是吗？不是原就是原因嘛，分手的原因、啊、就原因字母嘛。你把所有的原因挑出来了是吗？我是听佑浩说的，不是我。我找出来就是个 E 啊，不是那上面还多出一夹的，就在画的那 A E I O U 的，还说应该把所有的原因都画出来。对对对，我少画了一个，我天，我刚看到。哎，我。挑战，大哥挑战了。哇，你太牛了，冯导！哇，我真的是，就是那个 A E I O U。我刚少画了一个爱，忘了，把这个爱画上就像字了。翻过来就对了，翻过来就是丑了。抬头，哦，丑。这原因就是这个丑到家了，小明丑到了，太牛了，冯导。